我覺得鋼管舞是一種可以很性感的舞，有幾個門派的，就是我們這種就是喜歡它很性感，就是跟其他東西完全不同的，喜歡自己是少數的。另外有一種就是就是喜歡都有學鋼管舞，跟著就覺得鋼管舞很好玩，但是呢就因為很多人都有有色眼鏡，那就不接受鋼管舞，所以就想將鋼管舞那個性感拎走它，那就有一個 fitness 的鋼管舞出現。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鋼管就是本身自己是沒有一個特定的 style， 只不過編舞或者表演的那個舞者，他想將他那個 piece， 他那個編舞演繹成怎樣，現在所以就是百花齊放，很多種不同的 style。後生的時候咧，就會覺得啊，我要與別不同，我要同全世界都不一樣嘅。咁啊，又冇人學喎，即係好少數，即係成為少數，又俾人話嚇，咁其實都有一個優越感嘅。咁我而家中意鋼管舞就係覺得佢好多變化，即係譬如我今日我想表達我好開心，或者今日我想表達我好傷心，或者我想跳啲型啲嘅嘢，我想好性感，佢全部我都可以做得到。當初我學鋼管舞咧，即係純粹係緣分嚟嘅，我覺得係，因為我當時其實係學緊第二啲舞，咁我換衫嘅時候就聽見隔離嗰個同學佢就講啊，我哋嗰日去試鋼管舞啊，咁唔知咩嚟，咁我又跟埋去試一下，咁啊覺得好好玩，夾住支鋪嘅時候咧，可以喺支鋪嗰度轉圈咁樣飛喎，即係呢一個係平時跳舞係感受唔到嘅，平時喺好多地下噶嘛，咁喺鋼管舞又可以凌空又可以擒高，咁就覺得好有挑戰性，好刺激，咁就中意咗啦。開始嘅時候咧，啲手會起疹，然後咧個疹咧又會爛，跟住就會流血。跟住再捉住支鋼管嘅時候就會好痛，腳係好容易瘀嘅。咁你瘀完個大髀，跟住又瘀個膝頭，跟住又瘀個小腿，又瘀手，咁就經歷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皮外傷咯。而且跟住學得越嚟越高班嘅時候，咁我哋就越擒越高啦。咁到都有試過喺鋪上面跌落嚟嘅。鋼管舞最難嘅咧就係喺你做唔到嗰個動作嘅時候，你都仲要去做。每一個編舞其實都是根據住編舞者嗰個想法、嗰個構思去編出嚟嘅。其實個限制好少嘅鋼管舞，不過你喺嗰個 piece 嘅中間，你就要有鋼管嘅動作。你可以講鋪就係鋼管舞嘅道具，而且又係鋼管舞嘅主角，係啦。所以都係根據住編舞者嘅構思嗰個意念去編舞。我喺澳洲學嘅，澳洲唔單止係有唔同嘅身形，佢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噶嘛，即係唔同嘅種族，咁個個人都唔同樣，咁你就會啊，人哋都跳得好靚，即係原來乜嘢身形都跳得好靚，咁我就會覺得呢一樣咧係我好大嘅啟發啊！我就好想將呢一樣嘢咧帶翻嚟香港，開始嚟嘅初班嘅學生，佢哋開始嘅時候咧通常會著好多衫嘅，然後咧你會同佢講啊。不如你穿短一點的褲子，他們會不想的，跟著幾堂之後呢，他就慢慢穿一條短一點的褲子來了，就是他會為了去做到鋼管舞的動作而去嘗試踏出一步去穿少一點衣服，讓我們可以黏著這鋪多一點去做到那個動作，即我覺得這個改變已經是很感人的了。這個學生在學鋼管舞的過程當中，他將自己的想法即 open 了很多，即他自己 flexible 了很多。原來我當初即將這個即將鋼管舞帶回來香港是一個很正確的選擇。
近年嚟對於鋼管舞嘅睇法，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唔同嘅改變啊。以前跳鋼管舞，好多人都唔會夠膽同屋企人講，因為即係費事問長問短啦。咁但係越嚟越多人接觸咗，咁就發現咧，其實鋼管舞佢除咗係即係性感係一種演繹，係一種風格。而唔係鋼管舞嘅唯一一樣嘢，鋼管舞其實係即係好多體能上面嘅需求啊，好多技巧，再加埋舞蹈方面，其實佢都有好大嘅要求嘅。咁越嚟越多人學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明白，其實啊，鋼管舞原係一個好全面嘅運動，同埋一個好全面嘅舞蹈同藝術。希望即係更加多人可以接受到鋼管舞，同埋。如果你係對於鋼管舞有啲偏見啊，或者疑問啊，可以試一下先咯，因為你試一下或者你會中意咧。不會再懦弱，靜靜握住那雙手。我是 Jenny， 我是一個鋼管舞老師，我在2013年開始學習鋼管舞，2017年就開始教。在大學的時候，就暑假的時候就去了蘭桂坊的一間夜店，然後就見到台上有鋼管舞的表演，那時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鋼管舞的表演，就被台上的鋼管舞者他們的服飾和他們的舞步吸引了。第一次去學的時候比我想象中辛苦，因為我初頭淨係以為可能要好性感咁去跳舞啦，唔知道原來用隻手徒手咁樣捉住一支咁冰冷嘅鋼管係一件咁難嘅事，咁同埋嗰陣時上堂都好緊張，咁啊好多手汗，咁所以一掂到支鋪咧就成日都跣落嚟，然後有好多。初初學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原來、要用很多身體的部分夾住支鋪，原來會瘀的，所以初初學的時候，尤其是頭嗰幾個月咧，成隻腳係好似被人打咁瘀曬嘅。咁呢樣係我冇 expect 到會咁嘅，咁所以第一次初初嘅體驗都幾難忘。放棄，我諗可能初初學的時候有。一絲有想過要放棄啦，但係因為我份人就比較好勝嘅，同埋都係唔想俾人睇死，咁所以就想將嗰樣堅持到最後，去到如果試過去到最尾自己都做唔到啦，咁我先會放棄嘅。我想做得更多，想跳更加多唔同嘅舞，因為以前學嘅時候可能接觸鋼管舞都係比較啲性感嘅感覺啦，咁所以初初學嘅時候啲舞都係比較。傳統啲嘅性感，咁然後到而家慢慢演變到鋼管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可以有唔著鞋嘅鋼管舞啦，又或者係一啲著鞋比較優雅啲、詩意啲嘅感覺。咁我想繼續試多啲唔同嘅舞種、唔同嘅 style， 咁所以就一直堅持到而家。第一次在外面教班的時候，我是用了整個星期去好像背稿一樣背、上堂究竟等陣間15分鐘 warm up 要怎樣帶呢， warm up 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呢，然後 warm up 完之後我又要怎樣教我的 routine， 怎樣教我的動作，初初以為是很簡單的，但後來發覺原來自己寫完份稿寫完的 notes 是有很多東西要記，然後到我第一次去教班的時候其實就很緊張，我由小到大都是一些比較孤僻啲嘅人，即係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嘅。咁如果自己一個跳嘅話，咁個舞台屬於自己，咁你可以享受喺舞台上面嗰三分鐘，然後可以將你自己個故事演繹俾人睇。但如果到你做老師嘅話，你就要好清楚咁可以將你嘅指示傳達俾學生，學生要明白你講啲乜嘢，然後先可以做到嘅。咁然後慢慢。同啲學生接觸多咗，咁就令到我性格都變得開揚咗。鋼管舞一定係需要著重個表情，要做一個出色嘅鋼管舞者。除咗你嘅舞步、你嘅肢體表達要好靚、好清楚之外，其實我覺得
表情都是其中一環，就好像做戲一樣，你的面部表情控制得好，你的情緒是啱嗰首歌的，自然觀眾看的時候就會更加投入你演繹的作品。台上邊演出嗰兩三分鐘，對於舞者嚟講其實是眨下眼就過嘅，但係喺台下等待嘅過程先係最漫長、最對於我嚟講係最難受、最煎熬嘅。咁上台捉住支鋪嗰一刻，咁其實你係見唔到台下觀眾嘅，因為台下係漆黑一片啦。咁你嗰刻可以望到嘅咧，咁其實係乜都望，其實就乜都望唔到嘅。咁你嗰一刻個腦裏邊，你只需要諗翻。我呢一個作品呢、這個故事，我係想表達啲乜嘢？淨係記住嗰種情感，多過記住你要跳嘅舞步或者 step， 我覺得咁樣會容易啲去投入。鋼管舞同性感會唔會畫上等號？唔喺我嘅諗法，我覺得應該話性感係鋼管舞嘅其中一個元素，因為而家嘅鋼管舞就已經唔再局限於淨係性感啦，可以係好優雅嘅，可以係好抒情嘅，亦都可以係好 gymnastic， 好似體操嘅感覺嘅。所以因為而家鋼管舞演變得好多啦，鋼管舞而家佢哋唔係淨係話賣弄性感啦，然後有啲健康啲嘅表達，可能係。可以做 gym， 好似做 gym 咁嘅，可以強身健體啊，然後可以修飾自己個人嘅身形，可以 firm 啲嘅，同時間可以跳到一啲比較優雅啲 poetry 嘅感覺，譬如跳啲中文歌，而家可能跳翻啲抒情嘅中文歌，咁佢哋會比較容易啲接受。原來其實我哋可以用翻自己嘅廣東歌，可以用翻中文歌去跳鋼管舞嘅喎。咁但係中文歌唔係話首首都好性感嘅，有啲係好抒情嘅。好優雅嘅，咁你就會見到有啲舞者佢哋係用翻中文歌去揣摩去詮釋翻首歌入邊嘅作品嘅情感，咁就會見到哦，原來鋼管舞都可以有抒情優雅嘅一面，咁啲人見到哦，原來鋼管舞都唔再淨係局限於性感，原來可以咁樣嘅喎，咁佢哋就會吸引佢哋更多會嚟學嘅意欲啦。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